创业三十年的亚洲顶级 SPA 品牌登奇尔，它继登入美国十八年之后，最近呢扩大营业，在南加州尔湾开设全新的旗舰店，并且呢以前所未见的精油开幕仪式，要让更多的华人女性有机会享受到身心放松的舒畅感。而这个店呢，它是占地8000尺，不仅空间和规模是前洛杉矶馆的两倍，而且特地设立最高等级的皇家套房，拥有独特的 SPA 按摩池，还有个人卫浴。1, 2, 3. 联手前尔湾市长江时熙与多位华人精英一同滴下天然精油，传达芬芳香气，采取独特的精油开幕仪式来迎接登奇尔尔湾旗舰店正式开幕。占地8000尺，不仅空间和规模是前洛杉矶馆的两倍，且特别设立最高等级的皇家套房，拥有独特的 SPA 按摩池与个人卫浴，高贵典雅，独立设计，要让会员享尽奢华。所有这些广大女性的朋友的这个支持，好，然后呢，终于可以顺利的踏出，我们把这个服务触角延伸到尔湾。占地8000尺呢，除了 Arcadia 所有这个基本配备之外呢，我们还特别贴心的增设了夫妻双人房以及轻运动瑜伽教室，希望能提供个更优质、高品质的服务。不止欢庆尔湾新馆开幕，登奇尔尔湾旗舰店还特别为华人提供多款经典疗程套组，其中最受华人女性喜爱的还有顶级回春疗程——波平抗老克制按摩，可帮助女性逆转身体生物时钟，促使身心放松。更棒的是，再搭配尔湾旗舰店舒适隐秘的私人空间，就连前市长江时熙都大力支持。Irvine, as you know, it's the safest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o we welcome everyone to come and enjoy the wellness program that Orient Spa provides. And we are so glad that new business thrives in Irvine.强调在美十八年，一直秉持以 SPA 分享爱的精神，登奇尔这份用心呵护与关怀客户的心，不止得到超过3000名忠实会员认可。观众查询更多服务，请上登奇尔 SPA 官网。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